啊，尊敬的诸位法师，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啊，跟诸位法师，啊，大德同修，啊，一起，啊，学习。也非常感谢大家热情的招待照顾，承德在21年前在我们晋中学院呢学习，得到诸位法师同修们很多的照顾，所以非常感恩呢当时候承德呢还没有30岁所以时间再过很快刚刚去看了一下当初住的宿舍都是20多年前的所以也是提醒自己这个时光飞逝，20年很快一晃就过了自己呢还有没有20年呢？这个很难讲这世间无常啊。这孩子很会配合在重点的地方提醒我们佛门常说但念无常慎勿放逸尤其我们晚课都有念普贤菩萨谨重记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师有何乐大众当情精进如旧投然但念无常慎勿放逸我们现在念这一首偈可以换一个字这4年已过因为明天就是除夕了尤其中年之后感觉一年在过非常非常的快好像这个2022年才刚有点熟悉了他又离开自己了迎来2023了师长讲经有提到20岁以前呢是春天20岁到40岁是夏天40到60是秋天60到80呢是冬天承德刚好去年今年再过2天才大年初一嘛刚好现在还是50岁刚好是中秋再过2天就过了中秋了像我们是从事教学工作讲经不能了生死的这个佛号要能真心切愿临终提得起来才能了生死而且我们讲经教学
是一条险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内的烦恼太多了，那是以承德为例啊，因为我们成长的背景跟师父上人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学师父上人呢，学他老人家的纯心心量，可不能呢向上学啊，向上学呢变成着相了啊，万法因缘所生呢，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因为这一句话已经含摄一切境界了，没有哪一个人事物啊不是因缘所生的，所以我们能深刻体会万法因缘生，我们就懂得怎么观察一切人事物了，它都是因缘呢在发展。那师父上人他的因缘啊，我们用心啊观察体会看看，真是太不容易了。首先他老人家出生在安徽庐江，是清朝桐城派发祥的地方，桐城、舒城、庐江这三个县市，等于传统文化到了民国初年呢，这个地方啊是最晚了啊，等于都变成了国民教育了，国民教育这个课本啊，像承德以前念过的开学打开课本呢，小猫叫，小狗跳，我的书包里有书也有笔呀，我有两本书还有三支笔呀，从这个开始教了，缘分不一样了，承德自己翻开圣学根之根看的第一句啊，自己就挺震撼的了。第一句是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啊，时差久错只为慌张，第一句就叫这个啊。所以师长老人家说我们传统的教学呀，教出来的孩子啊十几岁啊像小大人啊，很稳重哦，当然哦不是父母老师高压出来的哦，那高压出来那不自然了，那是在父母老师还有一个家庭学校的氛围啊，它自然熏陶出来的，走路不从容啊，讲话凡道字重且疏，勿急急啊，讲话不要太快啊，讲话要清楚勿模糊
啊，这个《弟子规》算是啊家教的集大成。啊，我们传统啊上学的孩子啊，都有接受这些教育啊。所以缘分差异啊很大。啊，你看孩子啊，在传统啊十三四岁啊，可能四书啊，包含五经啊，啊，他们都读诵、背诵过了。啊，孩子的心啊很单纯，啊，他对无形的磁场啊很能感受。假如他能定得下心来读诵这些四书五经呢，那对他身心的帮助啊非常的大。啊，所以师长假如出生在沿海的大都市啊，就没有读私塾的缘分了。而且老人家我们看啊，他的母亲啊非常的贤惠啊，等于从胎教啊师长就接受好的教育了。啊，读私塾啊，包含当时候所处的啊对日抗战的年代啊，感受到同胞之间不分彼此啊，共赴国难啊，他们逃难的过程呢，百姓啊看到了都会帮助他们啊，我们去感受啊，在这样因缘成长啊，所以师长十三四岁就在思考人生的意义了。哦，就想着啊，怎么照顾老百姓啊，所以老人家本来的志向啊是要从政的啊，后来是遇到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啊引导师长了啊，哎，你当官了是个好官啊，你能够保证你底下的人都跟你一样行得正吗？啊，这个就不好掌握了。啊，那就劝师长啊学释迦牟尼佛啊，讲经教学啊，利益的众生呢更多，甚至于是更长久啊。啊，我们跟师父上人结了这个师生的缘呢，这稀有难逢。我们也要用心啊去体会老人家的一代十教啊，对这个时代的重要性啊，以致啊对后世的重要性啊，我们当弟子能体会到，才能呢配合他老人家啊，将佛法、将传统文化啊，将他老人家救世的理念啊，能够更加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当弟子啊应该要思考的啊。当弟子啊啊，我们传统当中啊有一个榜样啊，颜回夫子啊，啊，颜回
跟夫子啊，他们有一次在匡地遇难，大家走散了，生死未卜啊。结果呢，颜回啊，迟迟没有回来，所有的人都到了。后来啊，颜回终于跟大家会合了。孔子看到，太高兴了，脱口而出啊：“哎呀，我以为你死了呢。”当下颜回啊，马上回应一句话：“子在，回何敢死啊？夫子你在呀、啊。”弟子怎么敢死呢？怎么敢先走呢？我们从这一句话体会到颜回他身为弟子，他非常清楚他老师对这个时代跟后世的重要性。《论语》当中就有提到，宜丰人要见孔子，见完孔子之后啊，他说了：“天下之无道久矣啊，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啊。”这一段话。这天下无道啊，很久了。老天呢，将以夫子啊，他的行仪，他的教诲啊，来警醒众生呢，来树立这个社会的是非善恶，让人懂得判断。所以孔子后来三思书，定礼乐，作春秋，阐明义道，等于是这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啊，靠他老人家传承的。所以后世读书人呢，赞叹孔子啊，先孔子而圣者，孔子之前有不少圣人，非孔子无以名，假如没有孔子整理这些典籍，我们可能尧舜禹汤不认识了，他们的教诲不知道了。所以我们能认识孔子以前的2000多年的圣贤文化，来感恩孔子啊。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啊。孔子以后这2500多年，也出了不少圣哲人呢。但是他们都是以孔子为榜样来学习的，所以这一段话就可以感受到孔子的分量，对文化沉传的重要。其实孔子也影响了我们每个人，我们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啊，不可能没有他老人家的教诲，包含我们每个家庭能不能和乐团体能不能团结兴旺包含国家能不能安定昌盛，都不可能离开他老人家的教诲了。而我们
观察师长老人家在佛法所处啊，是末法的第二个一千年，佛法衰了，甚至啊都被误会成宗教，甚至是迷信了。那老人家在佛灭度三千多年之后发愿了，学习效法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啊不中断。我们想一想啊，佛在三千多年前讲经49年，师长在三千多年后啊讲经了62年。佛陀那个时代比较难呢，还是师长这个时代啊？佛是现在印度啊，印度是宗教之国啊，只要是修行人，人家都礼敬了。三千多年之后，佛法被误会成宗教，甚至是迷信了。三千多年后，弘扬佛法难度比佛陀那个时候都多了。师长还曾经睡过火车站呢。在这么难的时代，他老人家坚持学释迦牟尼佛，讲了62年了，这太难了。这么难的因缘呢，被我们遇到了。我常也跟同修说，我们这一生遇到师父上人的教导啊，是我们成佛的机缘成熟了。彭济清居士也说啊，遇到无量寿经念佛法门了，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尤其我们更深入经典，更了解出轮回容不容易啊。佛在经上比喻要断见识烦恼，就像瞬间把40里的瀑布截断了。那这40里这么大范围的瀑布啊，那流下来的水量很惊人哦，应该是比喻啊我们50劫的轮回啊，这些见识烦恼相续不断的抽刀断水，水更流啊，止都止不住啊。那到了末法，要能断见识烦恼几乎不大可能了。这是我们所处的年代啊。黄念祖老居士说啊，他老人家说，我斗胆的说啊，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当然是指大乘佛法，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只要不求生西方净土啊，这一生要了脱生死啊，不可能。我们看到这一段法语呢，感受到黄老很慈悲啊，
他开头说，我斗胆的说啊，他老人家是怕我们了，可能修了老半天，年纪也大了，结果觉得不得力了，哎呀，那再来修念佛法门吧，求生净土吧，可是一用功啊，可能没体力了。陈德也遇过啊老同修，30来岁啊就遇到佛法了，到了70、80岁只要念佛啊就打瞌睡了，他的年龄啊跟陈德的母亲差不多，但是学佛啊比我母亲早20年左右，后来啊身体不听使唤了，甚至啊有点老年痴呆了。所以假如这一位同修他在30岁的时候就开始用功了，万德洪明啊能灭重罪啊，他后面可能身体的状况啊就不会出现，就会重罪轻报了。所以《无量寿经》当中提醒了，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啊？假如身体好的时候不精进啊，等体力衰了，要再用功啊，可能做不了主了。所以我们在末法要靠自力啊要出轮回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那我们看师长老人家他通经通教光是华严经宣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好几位高僧大德祈请他老人家要讲这一部经啊。我们看老人家讲了4000多个小时最后他专弘净土啊，尤其85岁之后依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解一天讲4个小时，讲一遍呢，1200个小时左右，讲了4遍呢，给我们表演呢，千经万论，处处指归西方极乐世界。善导大师也说啊，释迦所以新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啊！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啊！所以这些祖师包含佛陀，包含师父上人他们都是一起配合啊，来成就我们每一个弟子啊。所以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表演的，那我们当弟子啊，我们得很用心的去听。他们所表演的，我们得很用心的去观察。
陈德也跟同修们共勉，说老人家轻轻的讲啊，我们要重重的听啊。哦，比方师长常常说啊，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佛法是师道啊，所以假如我们自身啊，包含我们的子孙，没有把孝道的根扎下去的话，那要能深入佛法，深入传统文化，那不大可能啊，因为没有基础了啊。所以这一句话，假如我们重视起来了，那我们一定会把孝道摆在第一位。我们听懂这句话呢，这个轻重缓急呀，我们自己的取舍啊就不一样了。所以师长啊，尤其晚年讲经教学，每一句话都是他一生修学、一生教学的精髓啊，跟我们和盘托出啊。所以我们听经啊，一定啊，要是如平得宝啊，来领纳。这个听经啊，陈德自己啊检讨起来，哎，刚接触师长的经教啊，非常欢喜感动啊，有时候听经啊，听到触动处啊，忍不住起来给老人家顶礼三拜，感激不已啊。哎，过了几年呢，听经啊，好像这个恭敬心啊，自己又退了。那师长有将华严的教义点出来呀，啊，一即一切呀，一切即一呀，啊，假如自己听经的态度退了，那很可能全部都退了，因为自己的心在听经的时候会起这个作用，在其他的地方啊，这个心也会起同样的作用。所以从这些细节啊，自己对师长教诲的恭敬心啊退转了。所以师长又给我们表演了视线的缘起啊，在去年的7月26号，师长效法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留在世间呢是慈悲，释迦牟尼佛涅槃呢也是慈悲啊。我们不能用感情、自我的感受啊，来跟佛陀学习啊，来跟善知识学习啊，我们得体会他们的用意啊。佛涅槃
视线无常了，好多弟子啊警醒了，勇猛精进啊，就正果了。以谁为榜样呢？为代表啊，阿难尊者啊。佛法当中每一个人物的表法都是为了每一个弟子能不能成就而表演哦。哦，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苦心哦。不止佛家如此啊，儒家亦如此哦。在《起世界经》当中啊，有提到啊，释迦牟尼佛遣两大菩萨于震旦方向教化。啊，这一段经文呢，承德寺刚好看了永明延寿大师啊，《万善同归集》里面有引了佛经的这一段话。印度的震旦方向，震旦是东北西南方向，就是指神州大地啊。所以孔子跟老子啊，是释迦佛派来的大菩萨。那请问孔子的十大弟子是谁啊？都是菩萨来配合这两大菩萨，启发我们中国人，我们炎黄子孙的善根呢、让大乘佛法来到中土啊，大家都已经有根基了，都是一起来配合的。我们能体会到了，那我们要感恩的人太多了。佛陀还有十大弟子，孔子老子还有孔门这些十大弟子，甚至于再延伸开来，我们晋宗十三祖这些祖师代代承传，哇，那这个恩太深广了。我们时时念恩呢、我们就不懈怠了，我们就会精进了。这个念恩的心跟我们当生成就啊，是密不可分的，是关键的。无量寿经第24品，三辈往生，上辈中辈下辈都有同样的一个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发菩提心是三辈都要具备的。那我们晋宗十一祖显安大师慈悲啊，他有一篇教导劝发菩提心文，指导我们菩提心怎么发出来。这一篇教诲啊，对我们晋宗学人非常重要，我们要能常常读诵。那菩提心呢，是我们本有的真心呢，但必有因缘
方得发起呀、啊！因为万法因缘生，发起这个菩提心的果啊，哪些因缘呢？大师说到了，首先呢，念本师恩，没有离开念恩呢。啊，释迦牟尼佛已经是第八千次了，来到我们娑婆界度化我们了。啊，大师的教诲当中呢，还点出来了。佛菩萨是生生世世随逐于我，心无暂舍，这是真的啊！因为佛菩萨是同体大悲啊，随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状态，一有机会可以增长我们的善根呢，就加持我们啊，甚至于是化成啊化身啊化成同类身啊，甚至于啊是这些万物啊，我们看禅宗啊，很多人开悟啊，可能是一颗石头的声音啊，一片落叶下来，哎，他突然开悟了，那个都是佛菩萨观察时机呀、啊，来度脱他的。啊，我们假如能静下心来啊，其实佛菩萨有很多的视线呢、啊，都在点化我们的。啊，像啊《无量寿经》当中提到了，啊，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啊，我们现在是正法灭时了，末法时期了，啊，当有众生执诸善本，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啊。有彼如来加威力故啊，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啊！诸位大德同修啊，念到这里，大家头皮有没有发麻？我们闻到这个法门呢、啊？是无量诸佛在加持我们呢，有彼如来加威力故啊，才能得到这个广大法门。我们假如不好好珍惜，好好念佛啊，那就辜负了无量诸佛的加持了，更辜负了自己啊已成供养诸如来的善根福德了。所以任何事啊都没有偶然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这一生遇到师长，他老人家劝我们念佛，我们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不是偶然的因缘的。我们以诚供养诸如来得到的因缘呢、啊？应祖曾经有讲到了，他在那个年代战乱呢，有一个孩子在乞讨，一个小孩啊，大师看他很可怜呢，啊，就跟他说了啊，你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啊，我就给你一文钱。啊，他都已经很饿了，啊，他不念，
大师很有耐性啊，说你真的念了，就给你一文钱，他就可以马上去买东西吃了。讲了好几次啊，他都不念，最后他就哭了，还是不念。所以能欢喜念佛啊，是难得的缘分。所以我们从佛经，从祖师的教诲，我们更了解佛菩萨对我们的慈悲，对我们的爱护。我们这个念本师恩呢，念佛菩萨的恩，这个心就越来越强了。我们能念恩呢，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念恩多了，我就把怨呢忘了。所以人与人相处啊，要念恩忘怨。在我们的心呢，是处在菩提心的状况啊，一念怨呢，烦恼就上来了。师长有讲啊，我们学佛啊，是心去做佛。念恩呢，这个是菩提心呢，跟佛道相应了。我们念怨呢，那这个是轮回心了。所以师长佛陀给我们的教诲啊，就是让我们呢认识真心啊，用真心啊，不能再用妄心，再用轮回心了。佛一代十教，从理上讲啊，不离心性两个字啊，指导我们真妄。师长说啊，轮回心修什么样的法都不能往生呢？啊，因为轮回心是搞轮回业的。他老人家教诲的慈悲啊，我们用心去感受啊，都能感觉到。老人家知道菩提心是修行的重点呢，修行的主帅，怕我们不容易理解，按照大乘起信论，按照观无量寿经谈菩提心呢，把它融在一起，用我们很能理解的词语，来让我们体会，就五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真诚菩提心的体，清净平等觉自受用，慈悲他受用，那我们就很容易啊，关照自己的心呢，跟这五心啊相不相应了。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道就是真心呢，我们办道啊，这个真心不可虚于离也，心用不对了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才有个贪念起来了，赶快阿弥陀佛，把它调伏下去了。有点情绪上来了，赶快阿弥陀佛，把它转掉了。所以从师父这些教诲啊，都能体会他老人家的善巧方便。
包含师长提到祖师的重要教诲，怕我们不够重视。比方印光祖师教诲我们最长的16个字，敦伦敬奋，贤邪纯诚，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师长怕我们不够重视了，把这16个字啊加了字了，敦伦敬奋是大道。大道呢，我们要修道不能忽略了这个大道啊。印光祖师也说啊，纵使是达摩祖师再来，他的教化也不会超出啊敦伦敬奋跟老实念佛求生净土。那就代表敦伦敬奋太重要了。师长也提到我们学了佛假如家庭呢更不和，那学错了。哇，这些话我们都不可以划过啊，不可以掉以轻心哦。因为净土法门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要广度众生的。但是假如我们对自己最敬的人我们都提不起慈悲爱护，那要去爱护更远的人呢，那就说不通了。近处不能感动啊，未有能及原则的。就像儒家重视这个次第啊，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啊。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啊。他家里的孩子他都教不好，能够去教化天下人的孩子不大可能。这个次第啊我们不能忽略掉。所以师长为什么那么强调扎三根？没有这个修身齐家的基础啊，要行大乘菩萨道啊，这个不容易的。好，那菩提心是我们修行的重点。行安大师首先指出来念本师的恩，再来是念父母的恩。这一生的父母啊，对我们养育教育之恩呢，那我们又了解到，我们在长劫轮回，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黄念老也说啊，很可能我们过去的父母啊，现在在地狱受苦啊。那我们能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懈怠懒惰了。我们可能每一天好好修行啊，把功德回向就像《静修捷要》第32拜。现在生中即生生世世这些
家亲眷属，冤亲等众，顶礼三宝，求哀忏悔，普代法界众生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同生净土，同源种智，这一心代位，生生世世及现在生中父母师长六亲眷属冤亲等众，那我们念这些经文呢，我们要从真心当中啊念出来，那我们的心中啊就有今生跟过去生的这些眷属，包含老师啊，有缘众生呢，这个是念父母恩，再来是念师长恩，菩提心文当中说了，若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礼义。我们没有世间的老师教导我们，那可能礼义廉耻啊，我们不懂了。若无出世师长，则不解佛法。因为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那不知礼义啊，则同于异类。我们假如不知礼义廉耻啊，很可能我们的行为啊，就跟动物啊没有太大的差别了。这个也是啊，孟子讲到了，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敬于禽兽啊，吃得饱，饱穿得暖，可是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不知道伦理道德因果啊，可能行为啊，就跟禽兽差不多了。那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比较衰弱了。一年堕胎啊，5000万呢、这是有记录的哦。没有记录的，可能要翻一倍都有可能的。而且很大的部分呢，是未成年人呢、那得了人生这么尊贵啊，可是不懂做人的道理啊。造的都是地狱的业报啊，所以我们这个当父母老师长辈啊，这个很有责任呢、要把文化传给子孙呢、因为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呢、它不能没有灵魂呢、那我们没有出世师长啊，那我们就跟世间人一样搞轮回了。我们是遇到师长了，我们知道啊，万般将不去啊，轮回路险呢、轮回太苦了啊，我们要跳出轮回啊，我们要求生净土啊。就像承德自己假如没有遇到师长，那就追名逐利去了，现在还有没有活在世间呢，很难讲啊。大家看我的人中很短了、就本来就是短命的了。所以当时候我听说好像承德讲课的这个资料
刚好传到澳洲啊，那时候师长在学院啊，好像老人家一打开来看，就说这个短命相啊。那个师长他们慈悲啊，啊，让我们这些弟子没有福报啊，啊，可以多修一些福报。这些都是良苦的用心啊。对于我们这些弟子们的栽培啊，确实是体贴入微啊，无微不至啊。啊，记得好几次啊，啊，自己的状态啊，啊，也是比较低潮啊。啊，哎，老人家就要写墨宝啊，然后拿给弟子了，啊，一打开来，眼泪就下来了，好像老人家都很理解我们弟子的心呢，啊，写的墨宝都能让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呢提起正念的，啊，师长写墨宝啊，都是为我们每个弟子写的。都把修学的重点呢写下来啊，这个也是我们弟子要体会要去珍惜啊。所以这个是念师长恩，包含念师祖恩，念众生恩，我们一个学院啊，这么多法师啊，干部们啊，大家一起啊，同心协力来成就这个因缘啊，让这个因缘呢能上轨道啊，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在末法当中啊，办佛事啊，办弘扬传统文化的事啊，都很不简单，自己参与工作啊，算20年了，体会到《了凡四训》说的“善事常易败啊，善人常得谤啊”。那我们能体会不容易啊，那我们就要多念恩德。我们就要多换位思考，老祖宗的64卦，大家应该比较听过一个词，叫否极泰来。看老祖宗，他从天地的现象当中啊，取了64个。相来指导我们，哎，我们有这个中华文化的基础啊，学佛很契合啊。你看佛家特别讲到表法啊，那四大天王拿的器具啊，都是表法啊，好，包含我们供水、供花。点香全部都是表法，那我们中华文明啊，就很能去体会一切人事物啊，对我们生命的启示，他们在给我们表什么法？啊，这我们中华儿女是受了这样的文化啊，这样文化的 DNA 啊，所以我们学佛法很相契。这个也要感恩祖宗留下来的文化啊。这个否卦呢，啊，是不好。否卦是天地卦，太卦呢，太卦是地天卦。
那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天站在天的角度，地站在地的角度，各说各话，没有办法沟通啊。不沟通就越来彼此的隔阂就越大了。所以老祖宗说见面三分情，是吧？要见面沟通啊。当然不是见了面来坐下来我有话跟你讲，这个人家马上身心紧绷了啊，怎么谈呢？来喝杯茶啊，泡一杯茶啊，首先这个茶香味啊，能够让精神放松啊，所谓茶禅真味啊，所以这个我们中华文化这个茶也是一种文化啊，大家先喝杯茶啊，你帮他服务啊，那个感觉就很舒服了。那喝几杯茶，首先先关心关心对方啊，他的家庭啊，这样调剂人情啊，发明事理呀、啊，这个言语本身先后啊，知所先后啊，这个也很重要。而这个不是话术啊，这些教诲啊，都是我们老祖先他们真心待人呢、啊。总结下来处事的这些义理啊，所以我们不是学那个言语的相哦，啊，我们是体会到他们心地的柔软，体会到他们面对一切人事，他们都能提起体恤对方、关心对方的心境。我们听老汉讲经也要这么听哦。他老人家言语背后的存心啊，他言语背后他是怎么做人、怎么处事的，这个都可以体会到哦。啊，刚刚跟大家提到，我们要听懂老和尚教的，我们还要看懂他的表演啊，内行人看门道啊，才知道他老人家是怎么把佛法用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的。啊，我们能观察到了，我们才能去效法他老人家。啊，我们跟他老人家学，就要学得像他老人家。啊，我们不能打着他老人家的名字啊，结果我们做人做事跟他老人家都不像啊。老人家也是像孔子一样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我们不能说哦，我们都是跟着老和尚的，我都可以当面跟老和尚请示的，可是处事很强势啊，那这个道场人家啊，不是很相应了，想离开呢，还会威胁人家，哇，你离开我这里，你会下地狱的。你不能打着老和尚的名啊，啊，做人做事跟他老人家不相应，这个会让大众啊，对佛法甚至对老人家的信心啊，都受影响了。我们这一生遇到佛法，遇到老和尚，我们是要同生极乐国啊，一切皆成佛啊，不能在里面
夹杂搞没有力量啊，这个就太冤枉了。所以我们跟他老人家学，我们就要向他老人家。这个学有效法的意思啊。我们从传统文化来看啊，八德，整部《四库全书》啊，都在诠释八德，谈到孝。啊，师长有说啊，我牺牲生命啊，都要把中华文化承传下去。啊，这是老人家对祖先的孝心呢。那老人家也成就了他的母亲呢，往生极乐世界了。啊，他老人家怎么柔软的，啊，去照顾母亲，啊，这个我们都看到了，可以学习到啊。他老人家对他的母亲没有丝毫的要求啊，都是时时体恤母亲的不容易啊。啊，在香港，啊，几十年相逢了，重聚了。啊，师长问母亲呢，想吃点什么？啊，老夫人想吃点鱼啊。老人家马上交代下去。啊，哎，我们要去体会师父的心哦。师父时时都想着自己的母亲啊，为家经历了多少的苦难呢？啊，就一个小小的心愿，怎么可能当孩子的不去满他老人家的愿呢？所以师长对自己的父母没有要求啊，没有用道理去要求啊。可是我们假如一不注意自己的心念呢，我们很可能会用道理去要求父母，要求家里的人呢，这样无形当中就会给他们压力了。哦，所以这些都是师长给我们的表演呢。悌，我们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我们能观察清楚啊，我们去效法，而且我们觉得这样的大善知识太难遇到了。普贤行老人家怎么落实的？菩萨四德老人家怎么表演的？就像师长在新加坡讲华严经，啊，华严经世事无碍啊，而我们这个世界很棘手的问题啊，宗教跟宗教之间呢，不能沟通啊，甚至还冲突啊。师长短短一年的时间就把九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老人家不只讲华严经啊，他还把华严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能看到了，就是我们的缘啊。哎，我们怎么珍惜这个缘？要把它学起来啊。所以《法华经》说到了，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佛啊，善知识对我们学佛的因缘啊，它是第一重要。所以《法华经》说大因缘，在所有的因缘当中啊，最重要的，最大的。
就是我们医治的老师啊。我们只要依教奉行了，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会落掉。师长62年呢，讲得非常的圆满，然后又表演给我们看呢。老人家的替，对待他自己的弟弟，无微不至啊，包含老师的学生，老师的孩子都当亲兄弟一样爱护，方教授的孩子，师长都想方设法希望他接他到香港来照顾，包含自己亲眼所见，周邦道校长的儿子，我们英国汉学院周顾院长，他到了兰彼得，哇，我们看师长对他的关心照顾，都可以在老人家的表情动作当中感受到。周顾院长还没到都已经交代多买一些衣服生活用品都是亲自交代啊。这一份替延伸到对自己老师的后代包含这个钟，2020年的春节这3年前老人家到马来西亚马六甲的精舍过年，大年初一跟徐显明老师通了一个电话，我们刚好在旁边，从头至尾都在谈国家，谈文化的沉船，都把整个国家放在心上把世界人民安危放在心上，尽全力忠是尽己之谓忠。90多岁了，还有一年呢，飞欧洲3-4次，年轻人呢都有点受不了了，更何况老人家90多了。那我们当弟子要体会到我们假如不用心体会，甚至还说干嘛跑那么多趟何苦呢？那就不能理解师长的用心了，不能理解还会有看法，还会有误会这样对老人家的恭敬心就会减退我们对老人家恭敬心减退我们自己的道业因缘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也有同修说了，办汉学院干嘛跑英国那么远去办讲这个话的时候对老人家的恭敬心会不会影响老人家从出家之后就把培养红传人才放在心上一辈子都没有忘显然在我们这个年代因缘要具足多难
90岁英国汉学院才创办。跑那么多趟啊，老人家的心境啊，不忍众生苦啊，不忍身教衰啊。而且老人家是觉得以他的威望有一些事啊，他能做，别人做不了啊。可是这一些事却对众生很重要，哪怕他都90几岁了，他都不辞劳苦去做啊。就像老人家到联合国啊，那么多大使信任，甚至会请教他内政的事、国家的事啊。我就曾经我们在巴黎的时候工作人员进来了，不好意思要清场待会有个大使要来问他国家的内政问题我们不能听当然我没有不高兴了我当下想到什么，哎呀，师长现代孔子，你看孔子走到哪个国度啊，那个国家的问题啊，人家就来请教他了。因为呢，这个国家的这些负责人啊，他们知道呢，请教孔子啊，很安全啊，不会被说出去的。那是人家国家这些重要的领导者啊，对孔子的信任呢。一到2500多年之后，也是这些国家的领袖啊，对师父上人的信任，而且语言不同都能够让他们这么信任师父上人，那是老人家的德恨呐。陈德看了在我们学院办的师父上人的追思法会那么多各宗教的领袖他们在谈着师父哪些教诲对他的影响，甚至于是初次见面老人家那个谦虚给他的感动当时我听下来都觉得很惭愧人其他宗教的对于师父比我还尊敬我还不如他们我还见过不止一次我们汉尼夫先生好像在香港甚至于在其他的国度亲自给老人家汇报工作那个汇报恭敬的态度我看了都惭愧所以师长良苦用心我们要体会到他珍惜他老人家的因缘威望能多替众生多做一些事情这个是对国家民主甚至是对众生的忠心老人家的愿是希望把中华文明能够弘传到全世界我们假如以全世界的角度四大古文明只剩一个了现在全世界问题很多
从个人身心的问题，心有千千结呀，身体癌症那么多，癌症也离不开心情啊，情绪啊。19世纪啊，最严重的是心脏病。21世纪啊，最严重的是癌症。21世纪啊，是忧郁症啊，而且这个比例蛮高的哦。啊，有一些国家这样统计啊，可能都有6-7%左右。100个人里面呢，6-7个，而且这个数字在快速往上升哦。忧郁症不是1个月、2个月形成的哦，它长期，可能心情呢，啊，郁闷，啊，烦恼，啊，积了10年、20年了，它就爆发出来了。所以啊，佛法传统文化对我们现在每个人每个家庭刻不容缓啊，好多家庭这个离婚率啊，有一些地区高达70%啊，我们教过书的人看到这个数字啊，都担心了啊，一个孩子没有很安定的家庭成长的话，对他的人格心灵影响非常大啊。那假如我们的家庭不稳定了，那下一代不好了，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安定呢？哦，所以师长这样不辞劳苦啊，就是希望这个圣教能利益苍生呢。那现在全世界受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影响啊，这不是一个地方啊，全世界只要网路能到的地方，这个时候要显正破邪啊。所以我们念着师长的恩呢，知恩要报恩呢，怎么报？众生欢喜啊，佛菩萨欢喜，师父上人欢喜。好，我们以师智为己智啊，来报这个恩呢。啊，思想的志向就是弟子的志向。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师长做到孝悌忠信，在六合园呢，啊，有一次，啊，师父回来了，啊，因为走到六合园呢，那个路是小道，啊，车子进不去的，啊，那才差不多30公尺吧。很短啊，师长走进去，路上遇到几个小朋友啊，啊，师父说了，啊，你们很乖啊，啊，明天给你们糖吃。好，结果师父一进六合园，第一件事就交代，赶快去给我准备糖果。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人事准备了哦，你看师父上人，他对一个小朋友他都这么礼敬啊，这真的是礼敬诸佛哦，自己答应的事情啊，凡夫也信为先，一进门第一件事马上交代了啊，是信啊，礼啊，礼敬啊，
啊，这个也是发生在我们学院的。啊，有一次，啊，有一位导演呢，女导演，啊，来参加法会呀。啊，那老和尚是在 Highfield 接待他的。啊，他到了。师父上人亲自给他介绍环境了，哦，哎，这还有万姓祖先纪念堂，意义在哪？啊，哦，我们看到整个老和尚待客之道啊，哦，每一天回到住处了，吃完饭了，就跟他交流，哎，今天听到什么啊？结果10天下来了，这个女导演呢，没学佛啊，就10天下来了，提出来了，老和尚啊，我可不可以皈依呀？你看对人的礼敬啊，让对方很感动啊，啊，主动提出来，他要皈依呀。啊，师父答应了。师父一答应啊，这位女导演呢，气质非常好，应该也是60岁的人了。师父一答应啊，她的眼泪啊就没有停下来。啊，承德这一生唯一看到老和尚拿影磬啊，大衣拿影磬啊，亲自为她皈依。所以对人的礼敬啊，感人可以感人到自身之处啊。啊，这是老人家的礼敬啊，啊义啊。师父给我们表演的是道义人生啊，他老人家的道义仁义。情义、恩义、节义，老人家也很有节气的哦。啊，跟联合国办活动，联合国不赞成各个宗教去祈祷，老人家也是，你们干和平是假的，我不干了，我退出。啊，有为有守啊，也不是烂好人哦。该坚持的原则不能马虎掉啊！啊，我们想起呀，老人家的情谊呀，啊，瓦西德总统啊，跟师父是好朋友啊，看师父都快90岁的，还亲自啊到他的故乡啊去祭祀。去怀念他，这都是我们的榜样啊！啊，廉耻啊！师长卫生纸啊，都用好几次啊，非常的节俭啊，俭以养廉呢。啊，那耻啊，师长在讲经当中啊，多次都提到啊，佛法传统文化衰了，是我们的责任啊，有知耻近乎勇啊，啊，不怪别人，怪我们自己啊，要勇于去承担。那这是老人家八德的表演，包含菩萨四德啊，随缘妙用啊。老人家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啊，多次发表主题演讲啊，
啊，把中华文明五千年怎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讲得很清楚啊。哎，专家学者说是理想，做不到。哎，老人家遇到这样的缘呢，妙用啊，啊，并没有沮丧，啊，也没有消极，反而更积极的面对。啊，现在世界最大的危机啊，不是粮食，啊，不是自然危机，信心危机。啊，因为人对圣教没有信心呢，他就不可能去学了。那他不学了，就不能解决现在这些种种的危机了。那信心有了危机了怎么办？哇，现在的人都学科学，你得做实验给他们看。哎，师父上人面对问题的时候，他都是积极乐观，宁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而这个妙就妙在不退缩，勇于承担。啊，妙就妙在一定要给众生走出一条出路来。哦，所以得把实验做出来。啊，所以师长说他在庐江啊办传统文化教育啊，是联合国逼出来的。这是不是随缘妙用？证明了人之初性本善啊，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哦，这个妙用哦，而且师长是威仪住持有则德，他是身教给我们看啊，他很认真的做榜样啊，他老人家付出啊，都是给我们带头的啊。啊，那柔和直直摄身德啊，老人家在这个因缘当中啊，都不断劝勉我们学生要承担起来。我们不承担呢，那这个实验没有做成呢，那世间人就不相信了。我们要有啊，只许成功啊，不能失败的一个决心。好，那普代众生受苦的就很有耐性啊，老人家教学都没有间断，很有耐性啊，啊，甚至都亲自到了庐江啊来护念这个因缘啊。其实这个菩萨四德啊，我们能领纳了，我们面对任何问题啊，都可以用这个菩萨四德来解决啊，一定可以解决得了。啊，假如有同修遇到问题啊，觉得这个菩萨四德不能解决啊，那我们再好好交流交流。啊，你们要找我哈，啊，你们假如有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我讲的话就讲不对了。哦，那我就要负因果责任啊，那这个因果可能不好玩。啊，就讲错了就要到善恶道报道。哦，所以有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当然，我们对佛法有信心呢。啊，菩萨四德啊，依集一切啊，都可以用在一切境缘里面的。好，好，那刚刚跟大家有提到啊，
我们学善知识啊，要学他的心，不能只学相。就像我们出来弘法也不能只学相啊。我曾经也听到同修他们在副讲牢上的教诲讲的时候啊，这个语调呢跟老和尚一样，表情啊要跟老和尚一样。我坐在底下呢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他才30出头啊，讲话跟80几岁。所以不能着相学呀。在孔子那个时代啊，有一个人叫柳下惠。这个柳下惠啊是个君子啊。他有一次要进城呢，结果城门已经关了，天气又很冷。结果没多久啊，来了一个女子啊。那眼看呢这个女子可能会冻坏了。所以柳下惠就抱着这个女子怕她冻死了所以就传出柳下惠坐怀不乱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楚这个鲁国发生另外一件事刚好下暴风雨有一个女子她的家呢倒了，这个女子就赶快跑到最近的这一户人家，刚好是一个男子住的她赶快敲门哎呀雨那么大，赶快让我进去吧。这个男子是读书人她就不开门，结果这个女子就说了，你怎么不开呀？人家柳下惠都能坐怀不乱了，你有什么好怕的，让我进去吧。这个读书人始终没有开。后来这件事传到孔子那里去了。孔子说这一个读书人是学柳下惠学的最像的。我们想一想从相上讲像不像？一个坐怀不乱，一个连个门都不开啊。可是从心境上，这个读书人为什么不开？因为他知道他会忍不住这样会毁了这个女子他是为这个女子所想，柳下惠也是为这个女子所想所以我们跟老和尚学也不能学相老和尚到处飞我们到处飞铁定完蛋了。老和尚有那个功夫越飞境界越高就我们越飞心都乱了。所以这个跟善知识学，这个我们自己真的要谨慎所以刚刚一开始跟大家分析的，老和尚所处的年代，他所受的家教跟学校的教育，还有他又遇到3个老师都是当时台湾顶尖的大善知识，而且李炳南老师还跟了10年我们现在外在没有那么殊胜的缘，我们内在的烦恼比他老人家要多很多那讲经不能了生死一句佛号念得住才能了生死所以我们讲课的人那自己念佛拜佛读经这些戒定的功夫自己要好好的下这不是开玩笑的曾经有一个讲课的人在台上说我
他是到处讲啊，他说我一年讲300场啊，底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啊，我们一听啊，冷汗直流啊。你说他哪有时间好好静下来念念佛读经，要修戒定啊。所以弘法的基础啊，是实修的功夫啊，这个都要自知之明啊，客观的来衡量自己的因缘啊，要像老和尚这样的善大善之士高僧再出来啊，那没有两三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啊，不大可能。哦，我们现在念回向文呢，都祈求啊老和尚赶快回来啊。哦，那老和尚回来要有配套措施呢，谁做爸爸？谁做妈妈？是吧？谁来当老师教啊？哦，所以大家发愿呢，这些愿都要发哦。你看这因缘不容易啊，都要配合起来，才能成就一代高僧大德。哦哦，所以啊，像现在大众啊信任我们了，我们是带领大众啊一起依止老和尚的经教啊。哦，假如啊，哦，我跟这个人学说，这个想学的人说，你跟我学，我保证你成就啊，我就大妄语了。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还烦恼做主嘞。哦，佛法说名师受戒呀，啊。明是什么？明白的老师是过来人啊。哦，我听啊，哦，有同修啊给人家开3个条件呢，啊。啊，那是李老师可以开的，不是一般的人都可以开的，不是说我当老师了我就可以开这3个条件的，啊。所以我们听东西啊不能听到相声。有李老师的功夫德恨可以开这3个条件呢，啊。哦哦，那陈德也可以开条件，开什么条件？开我们一起守老和尚这3个条件。哎，哦，因为我们是同学啊，一起依止名师受戒，因为善知识是我们这一生成就与否的关键，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我们跟着他的教诲才能跟着路啊回老家化道，令得见佛，他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啊走回家。好，那我们要成就自己，老实念佛，正住双修。正修是念阿弥陀佛，哦，所以师长一直劝我们，分秒必争啊，勿使一秒钟空过，勿使一句话空说，哦。那住修啊，是积功累德，断恶修善，啊，我们这个助修啊，啊，跟着他老人家的教诲理念，啊，来为众生做最重要、最急迫的事情。啊，世间的好事有很多啊，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啊，能真正帮助众生呢，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那就是念佛法门了，啊。能帮助众生面对当前的问题呀，啊，可以解决，
这一点也很重要。当他觉得佛法跟传统文化不能解决他当前的问题，我们想想他愿不愿意继续深入呢？就不容易了。所以师长有说啊，佛法管用，佛法最现实的，假如不管用，那我们学它做什么呢？所以我们得把圣教能够引导大众啊，能解决他们现前的问题，那他就会爱要正法了。所以师父上人说的，群书治要是观世音菩萨，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因为群书治要是唐太宗命魏征诸大儒依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去从一万多本书里面挑了68本，又是68本的精华，真的现在所遇到家庭社会的问题里面都有解决的方法。这个都是老和尚为这个世间呢开出来的法药啊，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啊。那我们今天要把这些圣教弘扬开来，《论语》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是我们有这一套书啊，圣教就弘扬开来了。是我们弘扬的人要把这些教诲透过自己做出来啊，大众看了有信心了。现在离婚率那么高，结果你夫妻相处得很和和，亲戚朋友看到了羡慕啊，主动来请教你啊，叫为人演说了。就像师长对世界开出的良方，就是推动啊宗教与宗教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种族与种族，政党与政党，国家与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是为这个世界开出来的法药了。我们当下就能做哦，尤其在澳洲，在欧美啊，夫妻可能是不同种族的，亲人之间不同宗教啊，甚至于政党也不一样啊，那这个怎么融合？哎，这个家庭里可以表法出来啊。师长的理念呢，其实我们当下都能够表出来了。那我们非常随喜我们学院这边种族宗教的融合做得很好。2017年那么多大使啊亲自来了，看完很欢喜啊，回去还给联合国写报告了啊。那有这个榜样啊，才能让人家认可啊。所以师长也说了啊，现在对正法、对圣教最大的贡献，做出榜样来啊，个人身心有个人的榜样，家庭啊，
伦常关系有榜样，夫妇、父子、兄弟，单位有榜样，道场有榜样，那宗教跟宗教团结有榜样，那相信啊，这个全世界就有信心了，大众啊就有信心了。像师长推动这个宗教团结、宗教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互相学习的就互相尊重了，不会冲突。而且回归教育了，这个宗教才不会让人家觉得只有仪式跟迷信。你看师长都是为全世界在着想，而且也以自己的身教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没有钱，他老人家一个人弘法一辈子，你看那么多大众在支持，最重要的是要把经典呢讲清楚，大众受用了，他就会拥护经典，拥护宗教了。这都是师父的身教啊！又到梵蒂冈去劝请他们了。这个是威仪住持的身教，用柔和之词劝请他们。哎，把梵蒂冈变成一个天主教的示范点呐、啊！好，那我们跟师长同心啊。将他的一代十教啊，我们很好的来承传跟弘扬，配合他老人家，跟他老人家同台演出啊。师父呢，对于佛教有几个重要的理念。首先呢，为佛教证明。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阐明人生宇宙之真相，乃世人所应积极学习之教育。为佛教证明啊，明证才言顺呢、啊。这个明没有证过来，大家觉得是宗教是迷信了，就不愿意学了。而且老人家。效法释迦牟尼佛教学讲经没有中断，所以我们看到师长除夕大年初一啊，都讲经没有中断，彰显教育。第二呢，师长呢推动儒释道扎根教育，扎三根呢，《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三业道经》，这一个理念呢非常重要，护持我们当身成就。我们认识了净土法门，那师长说到了《观无量寿经》，韦提希夫人。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佛陀当下指导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要从这里修起，以三福啊为基础啊，尤其第一福啊人天福啊，我们做到了啊，就是阿弥陀经说的善男子善女人。那老人家考虑的非常周到啊，孝养父母落实在《弟子规》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所以《弟子规》入则孝，这个不只是对父母啊，对老师也一样是这样的态度啊，当孝于佛，
常念施恩呢？好，啊，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啊落实在十善业道经。那我们有了这个根基啊，又能够净土为归，不留恋世间呢，啊，那各个都能成就。哦，而且师长还提倡啊，建弥陀村。因为啊，藕益大师强调末法时期修学啊，净色明四条。哇，这四个纲领非常重要。第一，净土为归。第二，持戒为本。戒为无上菩提本。戒里面的大根大本，孝亲尊师。我们能把孝亲尊师啊，在每个境界能首先提起来，烦恼我们就扶得住了。把父母老师摆第一，慢慢的，烦恼就起不来了。啊，所以持戒为本，观心为要，啊，从起心动念处开始修，啊，从根本修，最后是善有为依呀，要依众靠众，这个修学才能稳定，啊，刚刚跟大家提到啊，这个经营一个道场啊不容易，好，那我们老祖先这一个太卦否极泰来啊，这个太卦叫地天卦，啊，天在地的角度上啊去体恤它，啊，那地啊也到天的角度啊去体恤，啊，承德这些年。啊，也有做领导，也有做下属。好，那我们能体会下属的难，这个沟通起来就容易了。啊，下属能体会领导的难，啊，这就没有不能沟通的事情了。好，好，哦，所以有弥陀村，有修学的道场啊。啊，我们啊，大家一起努力啊，把学风道风经营好啊，哦，那成就的人就很多了。好，好，再来传统文化的部分啊，老人家特别强调学习汉字文言文啊，把文化承传下来啊，不能对不起啊老祖先。甚至于希望呢，把这个文明啊推展到世界，啊，我们现在学院也是办汉学班，啊，多培养年轻人，不管是佛法还是传统文化，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培养下一代重要，而且要从胎教开始，从小开始，啊，所以师长特别强调一条龙教学。少成若天性啊，习惯成自然。啊，师长90岁上下，最强调的是一条龙。啊，个人的浅见呢，啊，因为师长有说啊，跟我10几年、20几年，在财色名利面前过不了关呢，啊，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从小扎根的。我们体会体会啊，一个学生栽培了20多年哎，染上财色名利了，这多遗憾的事啊！可是老人家更积极的去办学，因为知道啊，人才一定要从小扎根。好，那我们能体会老人家苦心呢，啊？我们会尽力的来护持，哦，所以传统文化方面啊，有这个提倡啊，祭祖
忌恐，提倡一条龙教学，还有弘扬群书之要，还有劝请企业界各行各业把传统文化融到企业团体，这都是老和尚救世的良方啊，为众开法藏啊，广施功德宝。因为一个人他的成长学习需要环境，以前是大家庭，现在大家庭比较少了，用企业团体甚至是社区能够形成这样的氛围，那就能培养很多人才了。有20个企业能把传统文化落实到团体里面呢，可以把中华文化复兴。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起什么念头？从我的企业开始，从我的团体开始。好，那师长说得很圆满，演得很圆满了。我们好好珍惜这一段师生缘，我们也深信师长老人家一代实教的意义价值，我们以师资为己志，共同来承担，二人同心，其力都可以断金，更何况我们有这么多法师，这么多大德同修。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